小严视频做好了吗？明天就要发布了。还没有，老板。今天做不完，今晚留下来加班吧。我们公司的宗旨就是今天的工作必须今天完成。翻过来一局，反正没事做了。赏好，我问匣子大爷，兄弟们赏好弹幕斗气。不赏单个人，翻过快来赏楼抓死对面敌幕。来了来了，我打纸喝血酒来。你快点，我要赏了。喊我的二山。你克。你是对面请来的逗逼吗？我刚要秒了他，你直接把他踢回去了。我看你是真瞎，真人于几名，翻腾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，开局二十几分钟了，你就 TM 了五个兵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都没事可做吗？小严昨天的视频做完了吗？完了，老板，马上发给你。做完了不会做下一期的视频吗？老板，你也没发材料给我啊。一会发给你，公司请你们来打游戏的吗？老板消消气，等下我送你一个压缩的皮肤。胡闹，你是在贿赂我吗？赶紧工作，要最新款那个。切，不恶俗。你嘀嘀咕咕说什么？没学什么，不学老板您今天真帅。不学翻哥，这样下去不行啊。咋了？你学这个脱恶俗，每次都到最后才拿资料给我们做视频，做不完又要加班，加完班第二天又没事做，然后又来骂我们，得想个办法才行。我倒有个办法。啥办法？学来听听。你如此这般。这样行吗？肯定行。我看过一个成功学大师也是这样忽悠的。不去试试。Double kill。老板，您需要改变一下管理方式，即使今天的工作必须今天完整的规定，并不值得提倡。你说什么？难道让我留一半的工作给你明天做吗？这样你就不用加班了是吗？小崽子想得美。老板你听我说，我不是不喜欢加班，加班使我快乐，加班使我自豪，我很乐意加班。我打个比方，假如您的面前有十本书，您在看急诊的一本书时看了一半就下班回家了，那么第二天您来到这里首先想到底是什么呢？那还用问吗？当然是马上接着看那本书。可是假如您当天就把这本书全看完了，第二天会怎么样呢？这么多书，或许我会一下子拿不定主意该看哪一本好。对，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因为书没有看完，所以哪怕是回到家心里依旧非对这本书有所牵挂。因此您在第二天来到这里之后，首先想到的就是接着看这本书。而如果您把这本书看完了，那您的脑子里就不会再有关于这本书任何的牵挂，所以在第二天您会觉得不知道看哪一本好。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，可是这和工作有关系吗？这和工作是等一个道理。您每天都要求跟人们无论如何也要把当天的工作完成掉，可正因为跟人们做完了今天该做的所有事情，所以脑子里再也不会多想一想和工作有关的任何事情。于是在第二天来到这里后，就出现了一阵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的心理。而如果留一半工作给明天，员工们的心里很自然非对留下来的工作有些牵挂，所以在第二天就再也不会有这种无从下手的感觉了。至于后半天该做些什么，那已经不用多费时间考虑了，因为在前半天的劳动中已经默默地对后半天的劳动有了安排。天灯掌声。有道理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公司不加班了，没做完的明天再做。怎么样怎么样？真的？今晚下班后开会，我继续玩匣子。你不肯服？